我们看这一题，他要你解这个不等式啊。好，那是怎么做哈？我们给它合并，通分 x 加一乘以 x 加四嘛。那这 x 加四加 x 加一就2 x 加五了。大于等于哈，给它通分，就是 x 加二乘以 x 加三。分之这两个相加也是2 x 呢加五，然后把它移过去，移过去以后再把那个2 x 呢加五呢抽出来，抽出来以后哈，然后这样子的话就变成 x 加一乘以 x 加四分之一减掉多少 ？x 加二。乘以 x 加三分之一呀，那这个是大于等于零，然后里面我要给它通分，通完分以后，这是等于多少呢 ？x 加一 ，s 加二 ，s 加三 ，x 加四，然后好是这个减这个了。那这个减这个的话，你看哦，这有 x 平方 ，x 平方消掉，还有呢交叉项5 x 啊，四加一是5嘛，5 x 这里3加5 x， 所以二次项跟一次项一样消掉，就剩下呢常数项3二得6 减4 的话等于2。好，那这样子的话哈，那这个跟什么同解啊？这个的话跟这个同解，这二的话可以约掉，我两边除以二，跟什么同解？二 x 加五，啊乘以 x 加一 ，x 加二哈 ，x 加三 ，x 加四，大于等于零，而且哦。这个不能等于零的，分母不能等于零的，也就是 x 哈，不能等负一、负二、负三、负四。那为什么这样哈？我现在说明一下哈，就是 f(x) 哈，分之 g(x) 大于等于零哈，这个跟什么同解？这跟这个同解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它大于等于零的话，代表什么呢？两个都是正的，或者两个都是负的，这个一样啊。这大于等于零的话，代表呢两个都是正的，或者是两个都是负的，所以这个呢是同解。好，那这样的话，我们呢就可以解这个嘛。那这个解是哪个解呢？我就把它的零点呢找出来，负四最小。负四哈，再来是负三，这个是 2.5 哦，负 2.5 负 2.5 再来是负二，负一，然后是正负正负正负了，正的话代表什么呢？代表这些点带进去的话，通通是正的，通通是正的话，当然是正的。它带入这里的话，就是其中有一个呢是负的，其他都是正的，那是负的。所以你要找正的话，大于等于零的话，就找这一区，这个区、这个区、这个区。所以就得到哈，这一个 x 哈，它是小于呢三了，负三了，没有等于啊？为什么？因为这个要扣掉，负不能等于负三，也不能等于负四，大于负四。或者就这个区域的或者这个区域，这个区域是负的 2.5 就是二分之五了，这个可以等于因为这个没有限制说这大于等于嘛，所以二分之负五是可以的，小于等于二分之负五，小于多少？小于负二，负二不能等于这里要扣掉或者呢？或者x 呢大于负一
这个就是它的解。